也收很整齐，我的都是同一面。耶、yeah, ，你看我收好了。怎么还剩下两张？怎么剩下两张？啊？你那个、啊、那个谁教你的？很难听。很难听。啊、对呀、啊。我怎么有一个很大的钱？我怎么有一个钱？那是我。那是谁的啊？嗯。那我不要借你了。这个是数字，数字五，一二三四五，这个是五元。嗯、啊，这个是五元，啊，你又打，哎呦，给你五元又打喷嚏了，你是在丢包啊？我怎么不行？为什么不行？那个，我、啊、那个破掉了，因为你很大力，对不对？不然我们放袋子里。妈妈，这个破掉了，要放在哪里？嗯，用袋子装。这个破掉，来一人这里装，我给你装。爸爸说，妈妈说用袋子装。用这个轻轻的、啊。装。那这个要装钱吗？要轻轻的，你很大力，有没有要对好？挺多呢，我试看看好吗？投钱，那个不是投钱的，我这个已经破掉了。嗯？哎、啊，你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